我希望尖叫声可以再大声，你好吗？其实我们那个上一次就已经准备好心情，想要来表演给大家，然后想要在中秋节跟大家有个同乐的机会，可惜那时候台风，但是今天看到大家，其实都还在这里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下午来彩排的时候，发现其实已经有很多朋友在那边坐着了。请问你们是从下午坐到现在吗？辛苦你们了。然后宇宙人即将举办签唱会和演唱会，请大家一定都要来，好不好？好吗？对，然后其实这次来到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，就是其实很少看到我们表演的时候大家是坐着的，对，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大家坐着，我们也特别准备了一首比较抒情的歌，等一下会唱给大家听。对，然后这首歌也是我们新专辑理想状态里面的一首我们都很喜欢的歌，然后这首歌叫做我还绕着你在旋转。
是一句过期的问候，也无所谓。新专辑大概是三月底的时候发行的《理想状态》，然后欢迎大家可以去上 KKBOX 或是各个串流平台都可以找到这张新的专辑。然后呢，演唱会即将在台北，最离大家最近的话就是台北流行音乐中心10月9号，欢迎大家来看，好不好？